次会不会在这边表演的活动？嗯，会连上两次。连上两次的话多少钱？第一次是可以请教授，领养费，领养，每次有5000块钱。那叫火焰，开火焰啊！火焰呀！哦，大的。庆祝你们新婚，新婚用火焰来庆祝。今天有三度。嗯，超有才。宇轩啊，你又不是音乐。哇。这个粉丝会不会在这边为各位配啊？搭配一篮三星，做一小黄瓜，五档。